如果喧天，舞龙气势如虹，舞者跟着龙珠灵动翻腾，难得的视觉飨宴，观众热烈掌声跟欢呼，现场气氛相当热闹。有着12年历史的英北国中舞龙队，这次暑假受邀到欧洲波兰文化交流，想不到在十几个国家当中，舞龙队的表演最受欢迎。无论是在百货公司还是波兰小镇游街时，都能吸引当地人的注意力。来带你听一段访问。这次是我们的学生，真的是。 全部的人啊，都是第一次坐那么久的飞机到欧洲去，我相信也是对方十几个国家第一次看到我们台湾的龙的演出啊，尤其是夜光龙哦。 舞龙队的表演还被刊登为当地报纸的头版，而每一场表演的谢幕也都会高举国旗，就为了让全世界看见台湾。